记得准备那修改好的文件，这个很重要，我明天一早就要处理这个。好，谢谢。安娜，你看我做给你的，你呢？哟，妈，可以不要吗？哎呀，年初一晚传给我看而已嘛。哦，妈，有东西要送给你。那，哇，是麻烦啊！你要来做什么的？可以玩你的拼图啦，玩粘鼠的锅，还有哦，还有跟你找一位男朋友，生一对足球队的孙子给我包了。嗯呐，可是我不会用哦。你我吗？我会教你的。不要忘记吃你的药啊。哦。燕姐姐，阿弟，师弟，拜拜。我修改好了再发给你。安娜，你知道那个做鬼帮给的膜在哪里吗？哎，不是在厨房的柜子上面咯？没有啊。哎呦妈！啊、哦，原来在这里。妈，等过了明天，我再帮你筹备过年 ，OK？ OK。东西做完了、哦，安娜，我有东西给你看，坐下，等我一下哈、哦。什么东西 ？Yep. Lian, you feed the dog. Sure. Look, something's come up. I need you to get on a flight tomorrow morning, or this deal won't go through. But tomorrow is. I know. Tomorrow is Chinese New Year Eve. I wouldn't ask you this, but you're the only person that knows this deal through and through. We really need you on this. Just let me know.Lian, excellent job.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学着你给我的电话，师弟他教我怎样用，我想给个惊喜你嘛。妈 ，sorry 啊，我没有陪你过年。不要紧，我太自私了。不要哭，牛年三十晚了，在家这里自己做工，我两个一个人在家 ，sorry 啊妈。我知道你是想抱孙，我没有结婚，你没有生孩子 ，sorry 妈。嗯呐。你没有对不起吗？过新年不要哭，妈没有顺包，可以包你呀、啊。妈有你这个心肝宝贝就可以了。